健身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今儿用最简单的方法蒸了一锅好看又好吃的花样馒头，做法特别的简单，能把教程分享给大家。300克面粉，3克酵母粉，5克白糖，150克温水，将酵母粉和糖化开，化开的酵母水倒到面里边，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醒面十分钟。面醒好以后，揉面排气，擀成大长片，切成一个瓶子，压起圆片。这个瓶子不要太大，这样做起来比较精致。然后八个摞在一起，用筷子从中间压上一段，一个漂亮的花样馒头生胚就做好了。做法特别的简单，做起来还好看。全部做好以后，摆上笼屉，杏花刀拿到手里轻飘飘的，然后上锅蒸上15分钟，关火以后焖上2-3分钟，蒸好吃锅。大家看着漂亮不漂亮？蓬松旋软。哎呀，表皮儿锃亮锃亮的，这个面一定一定要揉到，里边的组织也特别的细腻。喜欢的朋友点击收藏，咱今儿的教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下个视频。